醫生有兩個噴頭，可以直接將精油扭上。都可以用佢配備嘅精油樽做成復方精油。個關仔可以選擇右邊噴霧或者左邊噴霧。機身有後備電池，可以隨處擺放。後面是一個充電的接駁口。中間開機位置，上面這個是氣氛燈，這個是模式。模式是有噴霧和停止的時間選擇的，譬如一檔是噴5秒停180秒，二檔是噴10秒停120秒，三檔是噴30秒停90秒，詳細可以看上面書。而左邊這個是時間制，時間制是可以選擇它一個鐘頭、兩個鐘頭、四個鐘頭或者八個鐘頭自動熄機，也都可以選擇它長期工作。充電線和 USB 插頭，另一邊是 Type-C。 另外這個管和頭的組件還有一套後備的會提供的，如果需要可以做更換。如果需要清洗管道和精油瓶，可以使用高濃度的月常酒精。中英文的說明書